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挑战是罂粟花的地狱级哦。那我带的是这对，须知妖豹。我们的龙科是须知妖豹龙符，好不好？有延迟效果，所以照某个可能打不赢的状况的时候，可以稍微开延迟之类的。好，我们挑战用鹰队哦，感觉有点半逆天哦。中间有一关那个。回复力变零的那关很麻烦哦。好，半逆天队来走，通关，必定通关。对，我跟各位说，必定。好，哎，这床上捡到十块，好幸运！竟然是我的床上，应该是我的吧？没有了。好啦，我们就这样开始吧。哦哦，才按到好，第一关。能洗就尽量洗。那我们先瞄准这个 CDE 了。我呢？好，一直叫我不要再洗了。好好好。一坨送你。好，我们这队回复力非常之高。哦，不错嘛，这很好。我们这队回复力非常之高，应该有4000吧。清楚，好，在这一回可以洗清了。不要打太痛。好了，够了，谢谢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好，我们这边消个少少几汤。哎，没错，我们用运用更新啊，洗个技能。太大声了。哎，洗个技能，洗个技能。好，我们再三回合。好，我们这边已经洗的差不多了，可是这里还一直没跳，所以有点麻烦。好啊，风化珠哦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们照消补哦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不要紧。你可以少砍一下。等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抱歉，我现在在那个打关卡。好，我们这边就慢慢的把它带掉。其实可以快一点啊，可是。不要走太快，轻轻松松的好不好？轻松一点把它带掉。好，我们这边基本上可以把它带掉了，这边应该是直接把它带掉。有问题，他给我来一个神更新哦。好，那我这边我们开一个含羞草，就算会再更新，也基本上不可能了。哦哦，没消到，没关系。基本上下回我们会把技能大部分的技能会开下去哦，所以，都好，这边我们开一个超大爆发，好，首先回复力变零，我们要先把它挤掉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然后最后这样子就把这个回复变零的效果挤掉了，我们就直接来转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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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这个爆发应该是足够的啦，我觉得非常足够。我们进入下一关。好，等一下我来看一下，我去外面看一下，我要吃什么东西。好，这边可以稍微洗个技能，我们把我们的技能再洗跳就可以了，不用洗太多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先打光系这只。打得好好不痛啊，感觉他是完全不会痛。嘿，好，直接回满血当然是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这样留下右边这只洗技能。哎，好的。
好，我们就这样也可以降到六分，我也是无言哦。那我们进入奇技能。好，我们直接这样再洗。好，这回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带掉了。哦，时钟藤，好，我刚刚没有开，我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开了它瞬间跳起来的技能发动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把它带掉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关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既然全部起跳，那我们进入下一关了。这边哦，静消息，那我个人认为，好，那我个人认为一样哦，技能开下去，挤掉它就对了，挤掉它就对了。好，我这次想来上面这台，好，挤掉它，好好不好？挤掉它。然后一样一次带掉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这一队如果够强的话，没有什么问题的吧？你们没有问题，这张卡非常非常之够。那这边它是看一下哦，要一次带掉。那我们这边小五颗，故意的、嗯、为什么？我们在这边洗个技能。哎，为什么说要洗技能？因为你不洗技能，你就爆了。好，停，我知道这样打还是不会痛，但是还是注意一下好吗？节制一点，谢谢。非常之可怕，谢谢。我们这队就是非常之好回血，谢谢。好了，够了，谢谢。停。好，我们这边好。我看一下哦，第五层了，第六层应该是可以洗技能，所以我直接把技能开下去。好，技能开下去，技能开下去，往下按住。好，我们这边把最下面这行整掉，技能再开下去。这一队就是可以很容易就开到技能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一队优点啊，优点之一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就直接把它带掉，没有问题的吧？当然是没有问题啊！拜托，这一队这么的猛，非常之猛。我们直接进入下一关，这一关是可以慢慢洗技能的。我们就在这边洗个技能。那探讨我们一下是，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慢慢洗吧。哦。毕竟他是两回合打我们一下，若是一回合打我们一下，我们就不能洗那么久。那我们进入王冠前，停。进入王冠前，拜托让我洗好技能，谢谢。咚咚咚咚咚，好 ，OK。哼，好呵呵，当然，进入王冠前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六回合，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直接。非常之神速的给他转一波，好，非常之快速的直接把他带掉，没有问题儿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非常之神速，只要他一天降起来，他就会变得很猛了。应对就是这么简单，通关，再见，拜拜。我们就下一关王冠。好，王冠很简单。首先，这边
第一条是易卜遁，我们一定是要看一下我们的时钟台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重点是，我们时钟台开下去，然后含羞草开下去，蔷薇开下去，可是这样的话，第二回合是没有爆发的。第二回合我记得是，我看看，不好意思，近期观察是吧？不知道，我稍微看一下哈，累积的憎恨。他的二血技能是什么？神魔技能封锁暗电击哈，那他是暗神家，那我们要把死车局留下来，就是要把死车局留下来。然后连击只会照首批计算的，好，那基本上这边 OK， 那我们这边时钟腾开下去，跳跳跳跳跳，可我没跳没关系，那我们这边催灭无声。然后如意之灵，我觉得先不要开，好，直接来转一波。好，我知道这 combo 数没有很高哈，但是天降祈求天降多一点。好，46万，那这边秒杀掉他近半数的血，这边我们直接。再来一波，直接把它带掉。好，那因为时钟还没有跳，我没办法再开一次。那我这边催眠无声不开了，避免等一下一个不小心。新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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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0000多，带掉没有问题。那就下一关。他的二血啊，那这边二血我们毫无疑问，最后剩下爆发的给他开下去哦，直接秒杀没有问题的，嘿嘿，那我当然是点选最下面这一行啦，下面无声的开下去，然后这里好，直接转，好，我们开个龙科。黑龙科进行增伤，我们就直接把哇54万，好猛！什么时候没做的说？好，按住绿掉，千万按住绿掉。虽然它延迟一会儿，可是我们按住绿掉，保险才怪嘞，保险个头啦！直接带就没有问题，临时通关我们的鹰队，轻轻松松，好不好？因素啊，好，成功，好，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就按个订阅、分享、按赞之类的，对，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